我现在我也整不明白，我现在是到底算结过婚还是没结过婚呢？我家是外地的，能结婚吗？能。我身体有残疾，你能接受吗？能。如果现在我过去找你，你能跟我结婚吗？能。我俩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他是一个残疾人，即使父母强烈反对，可我还是坚持跟他在一起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拿着我的30000块钱消失了，我才懂得父母当初的良苦用心。现在再找对象，我坚决不找天天上网玩手机的，也不会再接受网恋了。如果父母不同意，我一定会果断的就分手。我喜欢重感情、刀子嘴、豆腐心、性格豪爽、霸气的女生，彩礼我最高能给150000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结婚的时候必须跟我去登记。你好，王红。小伙儿你好。你好。你俩生活了多长时间？1.5年左右。我们俩是在网上认识的，我们2012年结的婚，但是没有那个结婚证，没有领证。举办过酒席吗？举办过，然后吧，2013年就是刚过完年春节的时候吧，就正月初几嘛。然后他就说咱们俩没有钱，出去打工好不好？我说上哪儿啊？他就说上广东，我就跟他去了，因为我相信他，我觉得他不会骗我，我跟他去了。因为我们就是租的房子住的，然后吧没有楼梯，就是没有电梯呀、啊。然后我每天都是背着他上下楼梯，我背着他，因为他行动不方便。他是哪方面有残疾？腿。两个腿，就是小时候听他说的，小时候打马匹针打的，他走道是这么走，就是哈腰捂着腿走。他走的之前有什么征兆吗？他走的时候就是说好偶尔好像经常跟人会上网嘛，因为他以前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一天，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只能上2回，结果呢，就是说在离开我那几前就是那段时间的话，他几乎天天每天都在上。你看他在网上在做什么？你看了吗？留意了吗？我这个没有太留意，但是有的人的话就说，哎，别人的隐私不让看，别人的隐私不让看，因为这也是一件犯法的事吧？可能这你倒知道，偷看别人隐私犯法了。你跟一个姑娘，你知道你俩那根本不算结婚，只能算是充其量一个同居。对，当时为啥不行登记啊？为啥不明媒正娶啊？他当时他说他没有身份证，后一日我也管他要过，我说没有身份证的话怎么可能买票呢？因为我知道他有，他不想给我。这小伙啊，其实就是实诚，是不是？看中一个姑娘了，甭管那姑娘什么样，总之我以一颗实诚之心来待你了，是吧小伙子？是啊，王哥。多长时间这段感情？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吧，如果要是说要是在网上认识的话，大概也就是不到4.5年左右吧。在网上开始认识的话，一直到最后结束4.5年。对。哎呀，这4.5年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这4.5年值不值得？这怎么说呢，我感觉反正值也值得吧。因为什么？我毕竟从来都没有做过愧对于自己良心的事，因为老天爷在看着。你觉得你没有愧对他是吗？对。大好的时光啊，4.5年之前你要能来全程热恋，正经八百找个对象，时至今日你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是。现在接下堆儿一个小伙，看你短片中唱歌唱那么好，那咱们接歌呗。你既然这么有才，俺们看看呗。要怎么个接法啊，墩儿啊？就是我唱一句，然后你接下一句。行。那从我开始头行不行？我就唱两句，然后你接下去。啊。明明是傻猫，却感觉良好。总想天下美女都投怀送抱，虚伪又浮躁。装清高，像这样的男人就是大草包。听过吗这歌？燕子姐，我说实话，3人多首歌就没有不会的，但这首歌我真不会。你给我讲讲，我没听过这歌，这歌叫啥名啊？女人不是妖。
女人不是妖，女人不是妖啊！哎呀，这歌还你看，挺有味道啊！接下一个，谁来接？八号可心儿。那个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唱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歌，我唱一句，让你接一句，好不好？来吧，这首歌你指定会，我相信你会。爱我你就抱抱我，等什么呢？来呀！我就知道后面有好戏，我看出来了。是吗？其实我早已看穿一切，燕子姐，真的。你知道？那你好，你用你能看穿一切的这个感觉，你说后面还有没有好戏？后面还有。谁？举手，这两个不都是吗？是吗？来，十四号王思琪，小伙，我就唱一句啊，看你能不能接上。A B C D E F G 啊，八九十勾圈开尖儿啊，胡了，鼓掌吧。你真是啥招都能接呀啊！哎呀，我们就得出点难题来。九号刘韵子，还有吧？我觉得我这首歌他接不了啊。你来，听着点啊。곰새마리가한집에있어아빠곰엄마곰애기곰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E F G 行。哎呀，你别说，小伙，原来 A B C D 是万能的，真长知识。